很开心啊，真没有想过这么多年台湾的朋友都没有把我忘记。嗨，我爱你，哇，太开心了。其实这几天天气变化很大，又地震又刮台风，都没有阻挡了我们今天一起能够在这里过我们的30周年，太感恩了。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飞机取消的关系，买了票也没可能来到，所以我希望他们也不要失望。有缘的，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再相聚。你们所有人给我的支持，我全都接受了，今天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25年前，我人生第一个演唱会是在台湾举行。现在30年，能够再回来台湾的舞台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，太圆满了这个感觉。所以真的要谢谢主办花木艺术的邀请，也谢谢从我出道以来一直照顾到我现在的福茂唱片。还有老板张良宇先生应该在下面，还有其实在现场等待了我多年的每一位，因为是你们的支持才能够让这个事情可以实现。 Thank you so much。 我爱你，非常爱你们啊！真的，这个梦今天实现了。30年这10000天里面，真的带着你们很多很多的爱来到今天。在这个阶段，我觉得每一个能够让你们都开心的机会，如果我能够做到，我都希望可以尽量去做，不要错过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不可能永远都有这种魄力做这么大型的舞台表演，大概每一次都是倒数，所以特别珍惜每一个能够跟你们可以很亲近的时间，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不要太快哭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一起，我们要享受一起的快乐，好吗？好。